强了吧？每次都到。才开始。四十六岁还有一样。哪有那么巧的啦？哇，你的一天这么快乐。对，最近跟没聊。该快乐的，该快乐的。真的。对。我问你，是单身？真的吗？我帮你找一个你喜欢的男生。就刚介绍完。好啊。不赶时间。不赶。好啊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就是干净的。满。民风吧，民风版的。什么职业？现在在帮忙家里。家里做什么？是家里做中盘商。中盘什么在做？就是蔬果，对，蔬果。你是念什么？我是念理工科的。哇，休闲娱乐是什么？打篮球、看电影。等一下可能去看电影。先不要去了，我帮你找一个一起去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帮你找。好，我可以等。啊。啊、想要帮他配对呀、啊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她还是个小姑娘。真的？对。真的是，拜拜。这是一个男生，他188，想要跟你介绍一下。然后他是在做工程的。这个吗？不是这个啦，这个是比较的。我觉得人很 nice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Serene。Serene 哦，那你做什么职业的？平面。平面模特哦，那你休闲娱乐都在做什么？休闲娱乐都在工作。都在工作，很好哎。未来有梦想吗？没有想那么多。没想那么多。好啊，什么星座？双鱼座。那我们去跟他见面。好，现在呢，在我的左手边是我们的 Serene。Serene， 就多高？164。164高，目前是在当平面模特。好，那在我的右手边叫是我们 Andy， 188，目前是在家里做中盘，之后要当工程师。好，那现在数到三，你们就可以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握手，握手。对呀、啊，当个朋友，当个。对对对，他是喜欢运动，他都有在健身。你会吃水果吗？我会吃啊。真的，他们家是在做水果中盘的。对啊，看如果你有喜欢吃什么水果，推荐吗？中盘商的价钱会比较，就是比较划算一点。对对对。然后他姐姐在美国做大数据分析，那比较偏物理还是网路？就是比较偏向医疗的方面的工作。那他自己是学？我是理工的，理工出来的，理工的，对啊，怎么可能会没有女朋友？为什么你会没有女朋友？他单身三年嘞，两三年了，对啊，一直没有遇到适合的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也单身嘛，你们就交换赖啊，顺便你可以约去运动。你会运动的人吗？会跳舞。哦，会去跳，学跳舞。学跳舞，那你也喜欢运动吧？他喜欢狗。你有狗吗？我家有养狗。好啊好啊，你可以带狗出来去散步什么的。你家养大狗还是小狗？小的贵宾。贵宾喜欢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猫咪也。什么？猫咪也喜欢。猫咪也喜欢。好啊，那你们交换一下赖呀。难得的缘分，你看。那你今天忙到几点？他要去看电影耶。哦，没有，我们等一下晚上还要去上一家。哦，很好，你的生活很好。好啊，来壁咚壁咚。看眼睛，看眼睛，真诚哦，真诚哦。你这次有近视的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的妈，我脸红了。放松，放松，十秒就好了。真诚看眼睛，好了。我害羞哎、欸。他害羞，他有跟着害羞了。好、啊，不要害羞了，赶快，赶快，十秒而已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十。什么感觉？开心吗？有开心了，恋爱的感觉啦！啊，不管，我们最后一分钟，我们要做一个分数的第一印象，会打个分数，好吗？满分是十分，最低是一分。我们 Serene 先给好了，好吧？最后你转过去不要听，那你过来一点点，他不能听啊。要评分，你觉得几分？一到十，你觉得吧？是你觉得？我觉得8分，有八分。对啊，第一印象。这样算 Q 哦、喔，这么高用可爱来形容，好好好好好，对呀、
啦，我是觉得他蛮单纯的，可以当朋友试试看，八分。好，我问他，你等我一下。这是八吗？为什么会给八分呢？就第一印象感觉还不错。哪里不错？哪几个点你是觉得不错的？就是他的外在啊，对，毕竟还没认识嘛，外在，然后还有他讲话态度，讲话的态度是可爱的，对，可爱型的，可爱型的。好啊，那你说不定可以约他看看。接下来，因为他的工作是比较不固定的，可能就是问他什么时间有空，你们可以去多认识。对呀、啊，他说你整个人的气质是非常可爱的，啊，让他感觉非常好，他给你很好的分数，你们都不会知道了，看影片才会知道。那我现在双方呢，因为都给七分以上，我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互动，一到十的数字选一个，一到十七，七是公主抱转三圈，对呀、啊，你选一个，六是背着转三圈，我背他，他背你啦，你要哪一个？他有在健身的，公主抱也可以。公主抱比较那个吧。对啊，他的太硬可以吗？应该可以。可以啊，好啊好啊。友情的护照 ，Go！ 小心哦，小心头哦。拍张照，拍张照。